我不干了。我这土太干，扣不了地猛啊。大车你问问大爷能不能？大爷是能。我刚才来个专业的，别扣啊，扣不了。谁说不能扣啊？刚才一后院，后院我强哥。咱家邻居呗。嗯，太干了。这怎么干活干急眼了？刚才说啥都不干了，直接一摔他出来了。听他吹牛了。干完了。干完了。说什么呢？我现在脾气见长，你不知道。现在敢打媳妇了吗？啊？你打我小妹你？你打我小姨子啊？揍他！拿枪上阎王挖坑，埋了。埋了。我埋了。不是你这是亲媳妇吗？哎呀。那俩枪，真是的。敢挺大的。这俩孩子放假就是好啊，这玩的老开心了。刚才这家伙在地里一摔的，我以为真生气了呢，跟老丈人老丈母娘生气，太吓人了。他可会装了，给我吓完了。我看真冒时尚。我给你学一下他刚才啊，假装这是搞的，知道吗？哎呀，我姐夫这造型真接地气。中途咱去中咱没有买的。你俩探讨啥呢？探讨这个豆角，他说少种点，我说多种点。我家去年的豆角还有呢，冰箱里。你好使吗？我降不过他。那就得了呗，那你降啥呢？完了，我爸急眼了。你给它整开，在这盆里头，给它移栽一下。你是不是浇水了的？歇会儿吧，人家还没研究透咋整呢。听指挥的。俺们那倔强的老爸呀，把俺们干服服了。这俩女婿咋劝都劝不住，他非要多种点西红柿，还有豆角子。妈，你啥想法呀？你爸咋说咋是的，咱也不管。他说种啥咱就种啥，种啥都是吃。我妈已经被我爸征服了。我也被征服了，反正种啥我都能吃。爸说的没毛病，去年种的咱们也吃了，干就完了。嗨，你好。嗨。理我不？羡慕不？不行就结去吧。你就羡慕我。我爸确实是犟，大家应该都知道。但是当初我们租这片园子的时候，他就说了，这片地他来种，我们只是偶尔过来帮帮忙，所以就听他的吧，这也都是一个小事儿。反正都是吃。看这葱早吃多好，我们已经吃好几顿了。我觉得我们可以豪横的来顿葱爆羊肉了。葱我出，羊肉你出。我出嘴吧，还是？那算了吧。今年这片地就别少了。看到后边这个院了吧，之前前面那一片我爸种的红小豆，但是今年这个房子租出去了，帐子也夹上了，是别人家了，所以我爸就不用种了，他就少挨点累。然后我爸呢，就是大家知道比较犟嘛，这个菜呀他都有他的一个想法，他乐意咋种咋种，我们吃就行了。其实我们也真吃不了多少。我可能知道咱爸啥想法，估计就是等到秋收的时候他拿个早市去卖去，跟去年似的。啊，这回我知道了，他想多种豆角，然后那豆角能下来好几茬，他可以多卖点啊。对呀，去年豆角还可贵了呢。